南投一百西出开始强一名县工同一条路上发西用同的地方我那都按压个总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不是你个节目。哇，刚下看到个短片咧，写你个身上五岁度今年五月二十号，今日度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个乔巴人行军个染重会哦。所以大家是第一，你今日来宾系马莎写身上格格的本样，老师欢迎。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身上。哇，欢迎老师哈！其实很喜欢同欣赏大嘴鼓哈，因为跟身上老师大嘴鼓个时节都会觉得。很紧张，可是又很放松。今天总跟演员黑影兵来帮忙给申翔老师，不用看总跟演员，是因为你看老师都很有气质哈。因为平常共发就会慢慢的、慢慢的，某些矮共发就很快、很急。不过老师就说对，一般来讲都会知道老师很悠扬哦。不过老师今天很高兴，你这么忙还可以来到这边同台感的分享。今年五月二十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的演唱会。对呀，都。如今年五月二十日，如香港啊，第一摆挑战一个中台型的演唱会啊。因为一开始跟欣赏，其实老师以前就开过售票演唱会嘛，不过比较小型。差不多六百七百人那种规模嘛。对，那种票应该是一开始跟时间就秒杀了，从冇。上个拜比总的时间还蛮蛮不错的。嗯，我慢慢要不然就比较大型的售票演唱会。所以那摆买票位都蛮阿比个大呀，还记得一边呢，都买票位当年还呢二年二十五嘛，俺多多个边呢爱滴，都国立台湾文学馆，哦，里个演讲嘛，俺五点结束个时间，俺都问俺同事讲，哎，票位买样呢？佮其实个紧张呢，佮种紧张吼，是把枪下呢，看先机开票啊，真紧，你先讲伊，明天就要开始。卖票了，对，一天高一也唔得卖票，嘅情况是怎么样？可老师，我觉得很好啊，清降呢，那一天你一问就已经六成七成有冇？系啊，所以如果感谢如很多如唐中朋友啊都支持啊。其实爱迪生祥老师为什么会刚过有一些敬重哦？因为吼爱听过生祥老师冲狗诶吼，接接几杯讲，叫我每次都爱去饮哦吼，黑小众给小众，黑某就黑小众给边缘，黑某就黑边缘给小众嘛。为什么你讲都会卖票，就是有一点点压力？不过其实每次都其实有非常多青豆隐性的歌迷可能都不低，对不对？好，所以其实那些吃豆公这一次过后，其实下一次就希望做点进军小巨蛋了。希望啊，不过有阿弟黑真顶的啦。哎呀，我呀，不过票到现在其实已经九成了。是。哦，古说吼，乡亲朋友会讲，他妈卖票诶，他想讲啊，今年场地讲，圣兄先生会可以染重别，还有一些些地方，一些些时间吼，加加去卖票这样做对吼。不过更多亚拜吼，其实菊花夜行军的这个十五周年的这个演唱会，其实这张专辑已经十五年了。对呀。老师，时间很快，因为今年要封门欣赏，所以我就去看了以前欣赏的十五周年前出专辑的那个画面，就是那个等于是发表的那个演唱会。老师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啦，有啦，有变啦，看有还 Q 用我妈该编啦。不过说真的很开心，因为他是五周年会开这个演唱会。老师，这个演唱会的催生。也是不知不觉就催生了安永的演唱会，做两公哦。最早我想到十五周年哈，还咧，因为马世芳一个乐评人啊，因为有一年咧，都2011年，跟阿人去参加个富士音乐季嘛，阿个比八十分的时节，都马世芳从爱身边，一路讲哎，分享，
菊花夜行军今年发行刚好是满十周年，你们有没有想过说要做一场临时性的重组，就一个事件的重组，就再做一个演唱会。啊，吉哈贝鲁，后来几类那件事情无进行，后来都替拜做纪念性的演唱会，喊内鲁，我等就来唱山歌，俺等就来唱山歌。啊，鲁替拜鲁做圣母主念，因为圣母做到鲁香港从圣母主念一张一张来。啊，故说伊今年鲁做曲发也很久呢，圣母主念。啊，明年要做出道二十周年的演唱会。哇，太棒了！后年来做15周年的临岸。故说今年先是一个暖场，对不对？3年，每一年都有一个这个演唱会这样子。我们就想说跟同事聊，我们就乱聊说，那我们每年哈，我们就请一个理由来做一场演唱会。哎呦，老师你真的很谦虚，你可以请你的理由啊，可以拜托先生老师做来开这样的演唱会。可是公司才发哦，有时候啊，演唱会是一个形式，也是希望讲透过按用的演唱会做来同行，然后多给你来分享。而且老师你会想哎。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觉得很轻很蹦的，因为你像看那十五周年，你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个感觉很某汹涌，你个感情很某汹涌。不过十五年过后，你再听这样的专辑，你知道那个感动跟那个感受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对，我想老师你自己也有按钮给感觉。是哎，都来从专辑给阿位做的时间三次出头嘛，啊，当然十五年来发生的事情也够多哈，我感觉都好，人生底杯对我来讲，因为我对生命的看法过悲观啦。安尼过咱们悲观的人吼，哎，安尼企业个过悲观的一个立场去思考那个事情。其实我感觉都大部分可能多的朋友啊，身边的朋友，讲啊，大部分其实安尼生命过失败，吼，过挫败，吼，那种心情，非常去看那个，像比如讲啊，冯生莹莹安尼讲话讲一个，他家出装，像讲啊，安尼爱成功爱归来本，他家乡亲啊阿爸阿妹吼，可能按公用归来吼，他家想想安尼那个事情。好好。但迄其实大部分的人并没安尼啊。真经。因为其实陈翔老师的专辑，其实他家黑工有糖就滴，其实同农民有关，农民有关，同土地有关，就像老师刚刚讲的那样。古时候下个道路，可能写过都是拍杂的那种故事嘿。其实七家嘛有经历过咩，十五年来嘛有经历过过多的事情啊，嘛有经历到刚刚到七家的做一个演一个音乐人的一个低潮也有经历过嘛。嘛曾经有各种过负面的想法啊，有半夜坐啊到台北的捷运车站的时间，捷运车厢底部的时间，哦，个负面情绪还咧想讲啊。古爷台北捷运车厢里边，米给人兵还够强，哦，各种负面情绪。那其实俺们专辑里边都谈到了掉，过多，是拍杂的一种心情呐。老师，我很意外哎，其实哈，您是申翔老师呀，莫庆祝给时间哈，在我心目中就会每次都申翔老师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音乐人。不过今天听老师说，有时候你也会这么悲观，然后觉得自己是一个好像。亲自拍的你，会有按个感觉，会啊，还是会有读到按你的情况啊，对，真经，其实为什么你唐生祥老师给引动，你会知道情感通，就会其实撇开主流的音乐，你会底吼，其实底下压会沙逼底度，有什么样的人，你会管型，比如你按我们社会里面青春给泥体压后，比如你工给农民压后，土地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吃到工，这一群人其实好像是被忽略的，好像没有被关注的。不过老师透过引动按用给冯氏同泰卡的朋友这样的议题，就像。这一张专辑，Q 八压行曲，为什么会很感动？因为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主角阿成，对不对？老师，15年前你唱《返乡》，同压哈2017年唱《返乡》是不一样的。对，现在《返乡》好像是个潮流，有没有？好像很时髦啊！你们过给龙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是啊，当然系。不过，俺们当时介入归去闽南省份咯，还因为闽南泛水库运通的关系嘛。俺其实嘛，我讲阿本，阿本太认识阿菊出来呢。我连做嘛回来咯，回来做嘛个。真嘅，因为计量时就像容易嘛，你特殊系，你唔会特殊嘅研究，你唔会天天特殊嘛。你要读得越高越好，你要真很有成就，黑工你赚了就会。表示你没有成功，对哈。不过这张专辑其实这一次的演唱会，其实几个口号就会限到1840，然后去给他重赚了。
种回来，就是那种感觉嘛。你重新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我的理解是这样吗，先生？这个文字是永丰写的，因为永丰伊啊，都专家伊，反正都书写嘛，也吓死人伊啦吼。古时候那种公众的人，如果介伊，如果全部会跳皮伊那种，那伊吓出来呀。其实真正黑暗，挨个告诉黑暗永远，是真的是很会，因为我们挨糖豆的时间，我就觉得说，哎，其实。等于是你重新回到那个时候，你把自己跟这个土地的连接，按有个核心，你重新找回那样跟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啊。嗯。因为都十五年来，其实变化嘛够多的哈。其实佮下不会写那种的转世呗。嘛有个够太愿意，因为都爱爸爸妈妈种田、耕田的。嗯。都嘛不想要写一些你，如果感言的事。包括喊的刚才这个，沈庄的歌唱里边有关的那种啊，你的故事啊，因为那当时结果刚刚都台湾的港铁人都没有面目，没有发言权，所以其他会不会想到下那条东西，还能安尼样？先生有帮错工哦。我还讲帮错呢，那还买钢铁还不讲哦？你有钢铁高吗？有啊，有天数高吗？有啊。哦，嗰种你做得了给各种给钢铁辛苦啊，哦，各种给辛苦。因为你看现场一个音乐人呐，你们现场讲你以前有钢铁吗？你以前有帮错吗？想讲有我还帮错帮都讲诶。真是的，哎呀，因为都卡掉呗，我爸爸妈妈讲从个台呢，哎呀，所以我还讲帮错。哎，俺摘柠檬，摘个都叫出来呀！真的，柠檬多啊，都真正都叫出来，系啊。俺想吼，酒会里面有爱用嘅经验，有爱用嘅讲述吼，佮做先生吼，专门在写老农民有关嘅议题，老农民有关嘅议题，专门用爱用嘅讲述吼，其实很有青岛嘅故事同大家的分享吼，请你家乡亲朋先聊下吼，你等下就转去打水鼓。东凤仪做的绕墙的圣雄我吹个圣雄信上来到节目地图了，大家的分享。今年个五年的时候，哎，曲巴亚航军个染虫飞的台北国际飞机中心就会开始了。老师好快哦，其实我好期待哦，因为我有买票，而且我就想说哇，我好希望那一天赶快来哦，还要加加看个演唱会，真的。而且老师，我说实话哈，你看像我爱有小小的粉丝，我就会想，我想说。这张专辑啊有糖哦，糖都会心欢喜嘛，我会想说，哇，今年的演唱会它呈现的样子，我有嘛该惊喜？其实我是粉丝嘛，你像歌迷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对不对？不过今天好像不能讲太多，对不对？怕会爆雷，黑莓样刚刚到。也唔会啦，因为是五年后，因为今下尾个人做专辑呗，乐队很多高工嘛，啊，交工乐队，按后来因为解散。那十五年后，其实我们落尾团员各自有各自的天地嘛，各自做各自的音乐安尼吼。那个也归健康，也还归正常。我认为哈，就是乐团哈解散是最正常的事情。是，哎，归正常安尼是。而留个创的这种安尼乐团，其实够少啊。嗯。那十五年来，因为我也只加有。其他的樂師更加強加彈奏嘛，所以我哋想應該係咧落團爺爺那幾代，啊我哋都想講啊，可能我哋用拉下先推，我哋拉見嘅國土，可能用嘅跟那個音樂組盡量做比規模相同嘅展現方式，啊來。那刚刚都应该按十五年后应该会呈现某相同的声音。俺希望也也是因为哈，青董年轻体态跟年龄，因为太太就会想嘛，因为以前十五年前，像我们的钟老师嘛，对不对？哈哈，是我们的郭老师啊，对，那就在想说，哎，十五年后都代表有没有一个编发？比如说这一次捧他的青葱腰，蝶形上个音乐专辑就是转型力度，其实捧他的一根青葱腰给铺根。对不对？这一次 T P 某强用，古总你也有唱个黑双锁那种吗？因为爱新的那一种专辑伪装，因为也用到他个，那他个个我熟很多黄博宇，博宇事实上还能爱以前乐团演的郭进才的徒弟，是，他有跟他请教过，所以变成师徒哦，演两首琼卡的演唱会底杯都双锁那嘛，因为的风声音音底杯跟那条国外底杯都嘿。
以前做现场演唱会都会吉他的，啊，那摆现场都两支哈，都是把种起眼睛的双排气管。故说给冯神赢一五，可能让他不只有赢一五哎哈，就是那个火力更大哈。不过公司在发展，我想哈，因为博玉哈，因为他现在是算是新生代的，对，很优秀。不过还希望他遇到前辈哈，几个欣赏，可能也有一些阿弟跟无强的感觉。有嘛？有偷偷讲啊！有啊，伊讲啊，会紧张啊！会紧张哈！观众要，观众要拜碟演唱会里面就可以看到双唢呐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合作，对不对？哇，这太棒了！啊，伊打击乐器也跟以前高公司台妈妈相同嘛，啊，啊，因为拉拜安尼又还相当有鼓组，对不对？打击乐器除了吴镇军以外，还有钟成达阿达哈，都爱落团员，伊妈要加入，也会进来，对不对？其实吼有青岛跟人吼，可能你没有，有些人黑工你真的唔黑啊，有听完整张专辑跟熊心培，我们讲你听说有弹过《封神一二五》吼，碟里面其实那之前在专辑那个口白。就共发有没有？就是 BNW 有冇？BNW 共发跟黑妈妈做冇？对不对？跟黑妈妈。哈哈。不过好想偷偷问一下，不过要不要有机会有机会做点有唱到妈妈来？还在邀请黑冇？那你其实制造飞机里边有几批糖都来给啦，本来想讲啊，本来妈都上来都单纯看演唱会，因为妈妈呀七十岁嘛啊，想讲啊，冇比压力咁大啊！啊，本来系咧，安尼想啊，结果讲啊，那个团队讲啊，啊，冇一次妈妈来哈，他讲你讲，系妈妈来啊，真嘅，但系安尼系你嘅考虑啦，件事情啦，系你嘅考虑哦。唔过老师讲得清楚透明咧，你想看妈妈其实谁诶？以前喺港铁你嘛，绑错都绑到强诶吼，拉一碟要转型嘅时间，你嘛你最里面还要帮他当口白，唔过让他演唱兵啊，还会做谁嘛？唔过要做啥强送嘅观众，碟糖果诶就好。不过都带沈雄沈雄先生给妈妈买来背后演也还来弹歌诶，到时候就知道了，对不对？给大家期待一下。好啊。不过共同鸦片哦，还有泰嘎，就是沈雄老师当时老师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有青豆跟胸片，泰嘎有看到哈。老师那录音真的很特别，某种亚哈碟录音的时节是一个好漂亮，对不对？哇，完全是一个很完整的录音室，给临时给请工给某强用的。对。因为惊没钱嘛，惊都录音室过贵啊，对俺们来讲，还那个过太个支出嘛，那段时间，故所以俺们惊都想讲，哎，敢有可能俺们都有一间唔是钱的录音室嘛，有可能嘛，它唔是一装修，故所以俺们惊个太个条件都讲啊，还呢，第二个亲，好。冇擦伤过多的地方，哎，也唔是做隔音，哎，按后来路先先咧，后来路先到云峰沿路卡被淹了，因为路卡这边淹了，所以唔咩地太路深嘛，哦，按古伟路，俺们也冇做隔音，俺们都直接安尼录。老师，你真的很厉害，按用共有就会实况录音诶，你乱给干搞。因为后来马世芳有下到，伊刚刚都安尼，你叫做很多手艺人，我讲刚刚都安尼做那个银行，还能手艺人，如果讲就手工，手工业并没流行工业，是手工业。俺其他公司都反正想要做那件事情，俺有冇执念？啊，当然如果用过多，各种人各种钢铁人的各种想法去思考，我让我干那个转型做出来。故事因这个流行过辛苦啊，伊用一天的时间冇能去啊。个一年都了解鬼眼神咧，都看，系咧，有门咧，哦，岩沙咧，攞出位嘛，我做你啦，过来，还有沙果嘛，我做你啦。先生，哎呦，六年六几九那张专辑，咱六睇。那记唔得咧，因为你讲要攞出，有冇有门咧，有冇有经验？系啊，系啊，因为今下要做安尼分轨录音啦，故所以分轨录音会花时间过多啦，不过我感觉到，今嘛迄阵时后生也有办法做得多呀。真劲，真劲吼！不过唔可能，按用你留下来，留下来嘅就系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录。老片伊冇强用，那有看过马世芳马先生佮讲嘅一段话吼，佮讲因为伫诶 Q 八亚行军地度有一段声音喺在贴牛叉嘅上吼。哦，佮遐按用讲，佮讲亚系亚一声音吼，弹歌天后弹嘅贴牛叉嘅上面。佮真劲遐按用讲，那佮两声还像哦，又按厉害哦，又亚声音弹。能够踢后堂跟天舞台上，观众也就想哦，亚拜燕冲兵，这一定也是一个重头戏，懂吗？亚拜爱人踢配路跟个演出场地啊，吼，跟个协调嘛。后来路讲啊，做得能天舞台个哈，天台上个得哈，
迄阵做，因为表演的时候，你妈做得给该打扮去发动，是是是。诶，古所以老板安尼已经确定，我一台真实的电油差的舞台吼，然后真实会发动。哦，真挺清奇，他因为其实阿勇还真挺，我本来不太敢问的，因为我怕一问会。不知道会有结果不一样，心情会无共样吼。唔讲，我就想讲啊，你同大家来讨论嘅事，大家会讲，哎，你嘅去电影厂咧，唔讲你同嘅合作单位讲，说我这个是一个乐器，对不对吼？嘅心情系完全无共样吼。唔过讲到鸦片，其实有青岛嘅人可能很期待去谈阿勇嘅演唱会。唔过有青岛嘅朋友可能你时间嘅关系，也还没有在台湾的关系，也莫拜都去谈这样的演唱会。有好多的歌迷在网络上面都会写到啊，我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可以去，我不可以去。唔过有一个系啲年轻人、大学生，我们说中艺能同学，对不对？听说他亲手做了一个动画来表达自己心情，跟申翔老师致敬。钟同学跟他的团队特别为了Q 八压行局那首歌做了一个短短的动画，是吗？因为我想，因为我有看过一下的故事，因为还能从还能中国这边的歌迷啦，其实中国这边也有喜欢那种专辑的歌迷哈。那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因为大部分也还是相同嘛，而且要到大城哈，或者马贵溪。回去录卡那种，其实那个心情其实还能够冲个冲的。不过老师，你看哦，他好好年轻哎，很年轻哎，按后上个年堂，按有个高调，没有按个杠高，我是觉得比较不一样，对。所以这次特别跟他的团队，周立功给个团队，大家一起合作，然后有一个按有个通巴吼，有些朋友压他周立功的都就会压通巴吼。不过要通巴，爱七甲空的时间，爱七甲黑吃都心刚通。因为老师你的歌曲都好长哦，对不对？哈，还要去浓缩。老师的歌唐一来都七分钟，黑某就六分钟，黑某就八分钟，按冲给狗曲。就法向群可用八分多钟吧，封神夜舞好像要九分多钟。真的，你知道有时候去健身房跑步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听歌，对不对？你就想说你只要听三遍《Q 八压行情》就差不多了。不过那个有一个故事哈，如果我曾经有听过一个歌迷讲过，伊录卡的星座，伊讲伊明白也从台北也鬼星座个时间，只要播放西拜，冯神已经不会多录卡。不所以伊还能用冯神已经为那个国外来做一个计算时间的单位。哎，那我要认识这个人，给同海 Q 牛，因为你跑步给时间，就知道很痛苦。然后就说啊，好累哦。我想到底现在跑了这么久，都在 QQ 会六分钟到三分钟。我讲哎呀，还会冯是轻简单，哎就 Q 把压很远，播三遍，哎就差不多，应该就差不多就觉得啊。差不多可以开始收尾了吼，按我嘅感觉吼，唔过公司在帮豆压哈吼，老师很少有人的一首歌这么长的啦。哎，你当时接做的时间，你应该能都冇那个限制嘛？可能某个种唱片公司讲啊，能专门做成功七分钟呀哈，伫商业当公司没一个好嘅方式，但你可能给他被下路。都个单纯的想法，都讲一条歌，我可能都表达精准，还那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也冇想过我写出来，还那变得暗藏。暗藏。嘿，但系那个藏的歌哈，本来最多印象的应该还那一个爱个尊敬的音乐人，叫做还那 Van Morrison 嘛。伊家咪伊都爱预备唐一种专辑，还那单飞第一种Astro Week。嗰度有一条歌，叫做《Madam George》，马上有九分钟。我都给他们的，我都看落户这片，不用黑胶啊。咩？我都眼前唐某刚刚都样诶，但系后来刚刚都哇，那歌咱们等着那歌诶。后来还能因为安尼，本来杨雄都如果写太长歌，大的歌曲，嘛个奇怪，如果讲啊，伫商业音乐底背，如果讲啊超过四分钟。困难变成一个，会无耐心，好错无吼。但系我感觉当我个乐迷吼，认识我以后，通常安尼从那个太高的真劲，真劲，因为吼，因为知道按从个歌曲，其实佮佮讲一只千万真个故事吼，就像欣赏亚种转世啊 ，Q 八亚航群其实讲也系一个回乡，一个年轻人。回想一个清完整的故事哈，不过用心朋友其实很有青岛的这故事的同大家来分享，大家先聊一下，等下再做来。
我在跟申翔私底下聊天的时候，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他跟我说，当他决定成为一个职业音乐人的时候，他要投入多少，他要精进多少，他要成为什么样的音乐人，就在他平常的投入跟关注，除了他关注的议题之外，在他音乐上面下的功夫，让我觉得是很敬佩的。风神125，他有一段我觉得美到不可思议，他写说，夜空起档，夜空起机，星子抽搐，然后椰子树、槟榔树、电线杆，全部都受惊吓。他非常会说故事，他的话语其实是明暗错驳，然后摇曳生姿。我如果要讲的话，大概《风神125》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首歌。一方面，我们很多的抗争场合其实都喜欢唱这首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变成一个好像变成一个惯例，就是说很多的社运场合、抗争场合，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一定，就算请不到申翔老师，我们自己也会有人拿吉他出来表演这一首歌。交工的音乐也许不是拿来理解的，是拿来感受的。嗯，然后说真的，我不敢讲我有理解，因为那是我陌生的音阶，陌生的乐理逻辑。可是那个聆听就是很在地，然后那个文化的深度是很够的，所以我可以感受到交工的生命力，还有他很想要传达的那些理念的倔强存在。我只能感受，我真的不能理解，那个东西是我学不来的。2017年5月20日，菊花夜行军15周年纪念演唱会，重返圣道184，把自己种回来，赶快来，而且我会当嘉宾，耶、yeah. ！耶、yeah, 哇！现场刚好看到你的嘉宾是万芳，是哇，这次要当特别来宾。哎呀、啊，因为我想要请万芳的演一下呢，应该第一多年的时间了，怕2008吗？还是给他们有一个拍一个发通，因为跟那里的南洋姐妹会有关呢，哈、哦、发通，啊，伊其他都用他有唱个日久他乡是故乡啊，他也唱一个，应该是印尼的一个国有名的歌诶，还有一个民谣，嘿，我会都替班啊，还咧甲伊伴奏，我帮他伴奏，给粮食诶无？系啊，你特别啦，嗯，故事个原因还咧因为安尼过来，故事今年都菊花夜行军唱有一条很多。日久他乡是故乡哈，要唱伊来唱，过来，系啊，伊来唱，过来还有给阿芬看影哈，给片呢也要来唱，哎，哇，太棒了哈！里面其实哈，里面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青斗跟黑素人歌手，我说当时流行给世界，然后有青斗其实黑我们的新移民给配补充给，他感觉相公哎，今年跟演唱会黑唔黑会有乜该？有冇？可能会重现给粮食的感觉。我说你大天妈补万方给世界，一下就答应了嘛。基本上很难的，因为认识个几位朋友，那边南洋姐妹会哈，我们嘛会唱演过来上来唱那条歌呀，太棒了，很期待耶！一整景其实泰卡就会想讲，其实一种转型哈，按用差不多48分钟、50分钟，泰卡就想讲，哇，申翔老师都带按用来呈现一张专辑，还会从第一条歌的开始，从到最尾的，也许有乜个编排哈，不过也许不是讲到按详细哦，希望大家已经知道太多的秘密了哈，给不给？又知道那个听牛茶哈，又知道特别来宾对不对？又知道妈妈有空你不会来哦哈，故说哈，到目前为止我们点到为止，先保密哈。不过这次的和音天使要某强用哦，那拜和音天使一个都高树安的温隐藏都没杀嘛，还有黄子轩啊子轩哈，那边人他搞了个说个，啊那还有一个都罗锦贤哈，罗锦贤都俺们给他们六曲法压行军的时间，伊喊咧两度国社会学生诶，给他拍了六年时，啊伊都给种。刚刚那个乌风叉哟，那个小孩的声音哈，已经还都弟弟乖，嘿，阿姨，那他已经研究所已经
毕业的，或是落尾做工作的，啊，老板都很易，来做合影天使，要个欢喜啊，真的，系啊，要是是我们要个欢喜，不过平常为什么会想要找请佮转来咯？有没有按到个声音的？有冇？给老师。因为那个罗景贤哈，伊都跟那个陈伟霆演啊，哦林非凡演，演他摆一个社运唱歌，他摆演为去搞为了冲冯水英，伊都会当主唱啊，又演个伴奏，按太档哦。对啊，啊伊本身唱歌也唱得够好啊，哎，故所以也系按人家演过的，哎，搞到过来很美，过来来跟他唱。真嘅，演得很养眼哦。故所以唔同伊阿摆嘅 T P 里边吼，系现场嘅好朋友吼，合音天使有请冇简单哦。蛮果树呢，蛮果树，真实的果树啊，系啊。不过多亚片吼，有跟温婷啊，听说诶，温婷啊，即个系我心里的一个温婷吼，因为每次弹嘅就把压行军给师姐，老师刚刚有没有提到？有没有？有大树，有冇？哈哈，还有那个一啊一啊，有冇？我们躺听到这边的时候，哎嘿，知道亲熟悉给干不干？我就问那个声响老师，老师，你那个一啊的那个啊，嘿没以为他敢发哈？呀嘿呀嘿呀！真勤快，妈妈有冇一啊三次呢？嘿呀，一啊三次有冇？因为他敢强，他敢强。可能有镜头跟你们说，哎，为什么黑暗永远？不过其实俺妈妈嘛黑暗永远，我看啊，哎，你不按你是求个时间，因为哎，你要给我二十块呀，有冇？故说第一求八幺行兵，第六打数个时间，要么一二三四哈，真给亲有意思。不过各位亚片，其实亚就会这次演唱会，其实大家会觉得黑一种回忆给感觉哈。你十五年前弹亚条狗诶，黑感觉冇强，十五年还有听了也不一样。老师有很多人十五年前听。它可能只是一个音乐的感受，你够十五年后再听，它可能对那个理解是更加深度的理解。告诉黑某朋友的，对呀，应该每个人呢，中间十五年来发生的故事啊，对应到那个音乐，可能会每个人心情都冇相同。曾经，多少个小姐嘅时节嘅，做啲讲推荐人有冇？跟杨大正佢就讲啊，吼，叫哎，我知道呀。哎，做得感受吼，哎，没法度理解。你看他那个，你看他的感受就不一样，他对于这件事情的想法就冇汹汹。所以这一次曾经清风一做得十五年嘞哈，曾经可以再一次的，我们讲说重温也好哈，回忆也好，然后重新理解、重新感受，然后或是你重新认识也好。有时候那时候对土地是没有感觉的，但你看亚哈跟沙菲已经。行家无强用啊，迄排戏讲行家乱哈，唔讲系说迄无强用。故说你再回来听亚树狗曲，佮甘树又会无强用嘅，对吼。老师，所以现在已经有开始好好伫准备燕聪飞嘅。有啊有啊，已经开始啊，开始背歌词啊，有些歌词要背。哎，讲到歌词，真甜老师，你的狗词就暗藏，因为抛下去哈。给他们记忆力好啊，给粮食，给粮食，给记忆好。不过让他可以演唱，比给时节，沈翔老师，沈翔老师应该还可以记得起来吼，还可以知道清 people 吼，因为八分钟、九分钟、七分钟的狗曲、该狗词吼，老师全部都记起来。而且你知道吗？因为你也知道，我们邀请的是这个第一厉害的这个写词的这个永丰老师，他写的词真的是，我觉得太厉害了，太难了。有的时候他歌词很多，我曾经一个伪装啊，被我撕成一首歌词，被我撕成三首啊，真的太长了，太长哎。糖豆包，糖豆包，永丰老师有糖豆包，可是申翔老师在看词的时候也是要发一些力气的。不过其实也要讲说啦，先生，就是希望讲基本你同大家分享吼演唱会的消息。你讲熊清平他们买票给熊清平吼，急急赶快去把握按钮给机会吼，今年。盲眼、黑眼都会有演唱会哦，我自己先讲哈。所以老师预祝演唱会太成功，谢谢。好，今天咧非常感谢申翔老师来到这片吼，安子说乡亲朋友希望大家做得你做得读演唱会啊，能够落大家来见面哦啊，三年下来听咧理解认同欣赏来做认同了。